我是高木光英列车长，在109年2月18号，野瑞芳彭甲路3:23出发的是有列车通过。不知道列车有没有通过，然后这边有绿灯，往后走。我知道这边有一排426了，因为C80已经在那边等待。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有声音了，准备通。耶，689B次，经由沿线回送7度的复兴号。拜拜，1236单点哦。耶，689B次，1236单元和加设计复兴号，将沿线回送7度的复兴号，在瑞芳，瑞芳红桥已经通过，谢哥观看。然后来来交汇，16次将华东健康资本的泰格资金号准备通过。耶、yeah, ！我的16次将华东健康资本的泰国机哈。JU1007+T1NU1008，16次将华东健康资本泰国机航通过，谢哥哥，牛奶，再见。